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全景亚运。在昨天的亚运赛场啊，我们中国军团是在我们武术梦之队和跳水梦之队啊助推之下，狂砍了17枚金牌，这样我们的金牌总数啊已经达到了164枚了。哎，这里呢，武术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。昨天的亚运赛场啊，是一片刀光剑影啊。也许有很多的观众呢，是对武术当然是非常的了解了，毕竟是我们的国术嘛。但是对这个规则啊，本届比赛这个武术项目是怎样设立的，可能还不是非常的了解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本届亚运会的武术比赛呢，总共是设11个小项，那分别是男女啊，长拳的全能。这个长拳啊，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。长拳呢，并不光是长拳，它包含着长拳、刀术和棍术。那同样，太极全能呢，是包含着太极拳和太极剑这两个项目。那两项的得分，相加，最后呢，才是这项太极拳全能总分的这个决出那个冠军。另外呢，男拳全能呢也是这样。男拳呢包含着男拳、男刀、男棍啊三项得分相加，最后算出男拳的全能冠军。这样男女全能呢总共是6枚金牌。此外呢，散打比赛呢还设了52公斤级、56公斤级、60、65和70公斤级这五个级别，最终呢是决出5枚金牌。这样整个亚运会啊，总共是有11枚武术的金牌。那俗话说啊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咱们了解了规则之后，再来看一下中国军团昨日的金牌英雄榜。北京时间12月14号，第15届亚运会女子男拳三项全能的最后一项比赛——刀术比赛开始。中国队的毛亚琪得到9.65分，排名第3，但是凭借着前两天棍术以及拳术均排名第1的成绩，毛亚琪还是轻松地获得了冠军。本届亚运会的武术比赛共设有11个小项，它们分别是男女长拳全能、太极拳全能、男拳全能以及散打52、56、60、65和70公斤级的比赛。其中男拳全能包括男拳、男刀和男棍三个比赛项目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男拳三项全能最后一项男棍的比赛。中国选手吴才宝继续着出色表演，他在男棍的比赛中获得了9.85的高分，再次获得了第一名。加上前两天的男拳和男刀比赛得分，最终吴才宝以29.47分获得金牌。吴才宝是200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男拳冠军，此次出征多哈，他的唯一目标就是金牌。最终，他如愿以偿地获得了男子男拳三项全能的冠军。接下来您看到的是女子长拳三项全能最后一项剑术的比赛。中国选手马玲娟在她的强项剑术比赛中得到了9.86的高分，排名第一。加上之前在枪术比赛和在拳术比赛中的得分，马玲娟轻松地获得了女子长拳三项全能的冠军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男子长拳三项全能最后一项棍术的比赛。中国选手袁小超在棍术比赛中得到9.85分，排名第一。加上之前在枪术比赛和拳术比赛中的得分，
任晓超以较大优势轻松获得男子长拳三项全能的冠军。武术运动第一次进入亚运会是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，随后它也成为第14届釜山亚运会的比赛项目。而在1990年还成立了世界武术协会，世界武术锦标赛每2年举办一次，首次比赛于1991年在中国举行。在本届亚运会上，武术比赛共设有11个小项，它们分别是男女长拳全能、太极拳全能、男拳全能，以及散打52、56、60、65和70公斤级的比赛。